哎，明天有团吗？都已毕业2年半，还要帮忙买早餐，到下班却没人在，还叫我要早点来。我的名字叫小丹，全天无休故事班，偶尔下去逛一餐，看他有没有上班。眩晕吉他社，永远都有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每天都在想着想着要吃什么。哎，吃啥？我们是边缘人，永远都这几个。我们是边缘人。哦，我们是边缘人，没人就没人疼。是边缘人，哦。今天实验又失败，英语论文还在改，研究生活好悲哀，只好来取舍吧奈。睁开眼又没事干，快把 PS4 打开，论文只写一礼拜，比游戏破关还快。眩晕吉他社，永远都有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每天都在等着等着社办关门，同学关门喽。我们是边缘人，永远都这几个，这几个。我们是边缘人，哦哦。我们是边缘人，没人就没人疼。原来你什么？闭嘴！我们是边缘人，边缘人，快来加入我们，加入我们。我们是边缘人，哦哦。我们是边缘人。我是一个单身汉。哎，没了。